着来了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。我一起来我就惨了。我告诉你周大民，你他妈离我老婆孩子远点。嗯，看你这眼神跟杀人似的，你这可就说远啊。哎，我有了钱了，我不能买点东西看看嫂子，看看大侄子呀。哎，咱哥俩要这点情谊都没有，那咱甭聊了。行了，跟我说说上回怎么回事吧。知道你早晚得问我这个，我还真跟你说，我就不知道山河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，我也不打听。干咱这行你还不知道吗？谁知道多，谁被灭口啊？对不对？哎，就算将来有天你们真把我抓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我的保命方法呀。不是，你怎么又加入了华北督察组了？嗯？就跟一提这个，我们想死的心都。从大牢出来吧，想过好日子了，正找工作呢。有天晚上，在被窝就让一把人给我堵，二话不说，装麻袋拉脚了，嚎啕我就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求他们别打了，然后就给我摆了道，加入他们就不打。不加入就活埋。你说我这样的，那我能说啥？我就加入呗。加入，反正后来还给两根金条呢，也算挺仗义。你他妈跟我编故事？你还拿你当个人不人六的？我凭什么就看上你了？有这么简单？那我也琢磨呀，你凭什么看上我了呢？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是有警察的经历，会点神手什么的？是不是？要不就瞎了狗眼了呢？你说我会啥呀？我刘凯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哪有什么主义理想？我天天这么倒腾来倒腾去，不就想比别人过得好点？我也张嘴闭嘴，我满嘴是油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就这么个人吗？就这点念想。这共产党都不让我打倒，把我开除了。哎，刘凯，我还真跟你说啊，我觉着这帮人比他们那帮子人都狠。你哪天要犯错误，你跟我一样，你琢磨琢磨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去那两天，哥们儿天天想跑，我不愿意干这个。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我跑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谁保不齐共产党能干几天呢？对不对？万一过两天国民党回来了，刘凯，麻烦你那面给我当一内应，行呗？有重大消息告诉哥们儿，别把我们一锅端了呀！行啊，你想的他妈挺周全啊！你得姓周吗？行吧，行吧，让我想想啊。也不是小事儿，行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个事儿啊，你得给我约下有才，我跟他见一面。行啊，你们哥俩想见见呗，我给你安排。行，就这样吧。嗯，这是地址，过去跟外人说啊。还有这儿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。这几个地方要出事儿，全北京城就乱。你们一定都把这些地方给我记死了。嗯，好。行了，大家下去准备吧。三，阁下见，这是地址。
冒了？嗨，特派员说完我太兴奋了，出了点汗，这会儿有点冷。这样，你回去休息，自己去吧。那可不行，咱这次下手都是大机关，你自己去踩点太危险了。人少，目标也小，回去睡觉。去。那有才哥，你注意安全啊。桌子底下枪拿出来吧，哪有什么枪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投诚，总得有点投诚的样子。刘才，你真想投诚？哥，我现在是你的俘虏。这是你嫂子让我给你带来的。说我们家有才，就爱喝这口，啊！哎呀，点了这么多菜，让你破费了。行了，把它打开吧，咱哥俩好好唠唠。散之后就没地儿去了，就一路跑，冰天雪地里面连个人都没有。我当时觉得我就要死在那儿，哼！都怪我呀，当时要不是逼着你去买酒被抓了丁，你后来也不会吃这么多苦。我觉得都是命。后来在路上我救了一个受伤的军官。这个人是国防耳听，前线督战，很有意思。他让我跟着他干，还给我钱，要栽培。我当时也想不简单，我就觉得我攒钱，攒够钱，我回去找你们。可是他后来把我送进了特训学校，所以我就当了特务。去年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回了北京，我回过咱们家。可是，你跟嫂子都已经不在那儿住了。自从你走丢之后，
我设想过无数个结果。说实话，他做梦没想到你会当了特务。其实我也想没那么复杂，我就是想好好的赚笔钱，让咱们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对，现在我又多了个大侄子。老彩，你是真心想自首吗？如果不是真心想自首，我会用这个把自己铐起来来见你。我让猴子取消自首书，其实就是想试探一下陈导的态度。试探？你跟那个猴子一起去不就结了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杀过人？开过两次枪，死没死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可以带去立功。我也想明白，共产党是真为老百姓办实事儿。嗯。就说这龙须沟啊，这么臭的臭水沟都能给填平了，看来这种好事儿，共产党也没少干。嗯。真的跟以前不一样。我也快入党了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最近几天，特务开完大会就会对这几个画红圈的地方动手。哎呦！这些都是重要部门，这动了哪个，这可都不是小事儿。哥，这算立功？当然是。我还想，后面把北京的特务一锅端，这算不算立一大功？兄弟，这当然算立大功了。对了，那个叫山河的那个特务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们平常联系都是靠电台。哦。但是哥，我怀疑这山河的名字只不过是个幌子。为什么？有一个特派员叫木心九，嗯，我觉得他就是山河，他应该就是北京特务的头。就算他不是，我觉得他也一定认识山河。上次我见郭德民的时候，他极力想策反我，我想将计就计，就用这个机会打入到特务内部去，咱哥俩也好有个招。哥，听我一句劝，绝对不行。他们这帮人，我答应过你姐，我把你平平安安带回来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的啊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赶紧回去，时间不早了，耽误久了他们不会起疑心啊。兄弟，那这坛子酒哥就先给你留着了，等你将来立功获奖的时候咱们再以这方休。那哥，你多保重。你也多保重。爹，妈，我又见到有彩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她平安的带回家来。
哎，您叫我坐。去踩点了啊！踩了，我说这真都踩了，没顺便干点别的。我干了，我还干件大事呢。 那这事儿还没完成，所以我就没跟您说。我去见千武根了，我策反他去了，不如千武根吧，办案能手。没想咱们要把他策反过来呢，咱们做的很多案子，公安局他就破不了，对不对？你上回不是说要把他拉拢过来吗？是吧？<笑>他能听你的？哎呦，听我的，我们俩都旧社会臭脚趾，不是。 党国统治时期的街头巡警一直走过来的，我们可还好。他呢就办案一门灵，但是这个生活中就为人处事，傻子似的。真的，我老得教育他，接济他，他听我的，听我。你这么有把握？把握？反正我好话赖话我都跟他说了，你看他造化了。这就是。那你没有跟他提提钱有才的事儿啊？我提了。 我是那个塔上七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吗？是不是？我跟有才也说了，有才很高兴啊，好机会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九爷你不知道啊，钱有根他这吃货，我跟你说，我策反他这过程中，我上顿全聚德，下顿独一处，我这招式没少破，没九爷，我的天哪！放心吧，只要事情办成后。 亏待不了你，我不是这意思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行，局给我盯着他，明白。 是得有所顾虑啊！我跟你讲，大明就这一天我在街上溜达，啪，会对他全是你跟着我。哎，就这帮孙子太疑心，我都跟他们说了，就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嘛，是吧？是是是。周爷，您的豆汁儿。行行行行行，不叫别进了啊，不叫别进了啊。 大民，哎，景爷，哎，我问你啊，哎，你说这钱有根？他是真心诚意的入伙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真心的吧，因为你不知道钱有根嘛，官迷就他那个性吧，在共产党那边他当不上官，咱给他多大官啊，他肯定愿意来。<笑>可以见见。哎，对对，科员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危险，这危险。大民。 你敢给他担保吗？哎呀，九爷，我这人从小到大还没给谁担保过，这事儿太大，我这心脏受不了了。九爷，不是，别来，哼，这样，你去把钱有才给我叫来。 兄啊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都是为党国效力。党国也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交给我的两个地点，我都已经踩好点了。好，咱们今天不说这个。我找你来啊。
是有一件其他的事情。你哥哥钱有根投靠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哥哥早就是咱们的自己人。我将功补过了，将功补过了，我又跟有根见面了，我把他拉回来了。走，这么说，这功劳都算你的了。哎，别，大伙儿，大明，哎。 立功的机会，我会给你的。有才啊，你说你哥哥是真投靠啊，还是假投靠？我相信我哥哥他是真投靠。好，那你哥哥现在约见我，你敢给他担保吗？这有什么不敢？先别急着回答，你要想清楚，我跟他见了面，能够顺利的回来。 你也是大功一件。如果你哥哥他要耍什么花样，我若回不来，你的脑袋也得搬家。九爷，九爷，您命金贵呀！这有根咱不要了，要不要他不都一样？我担保。好，周大民，哎，你去通知钱有根。 我们在太平楼见面，记住，别说担保的事儿。行行行，回来。大明啊，虽然你不是担保，可是你也是牵线人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你也得担，这金条可不白拿。 是大舅爷，我懂。小炮，你先陪着你有才哥聊聊天儿。如果晚饭后一个时辰我若回不来，我死。 特派员雅尖呢？啊！哎，兄弟，那头看着去没眼力劲儿呢。我太了解你了。嗯。我怎么看你状态不像真心入伙啊？你可别把哥们儿害了。不是，你不在乎我可以啊。有才你不能不管吗？有才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 有才没来，我周德敏，我是诚心相待，你们却对我有二心是不是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有才有别的事，别的事。喂，我记着你跟我说过啊，你是有两条路可选的人啊，如今哥哥我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。去，你都过来了，我还哪有两条路？所以嘛，咱是一根绳的。我说你不能跟我玩这些啊。 我是怕你不真心，你只要真心，啥事都没有。能，嗯，来，嗯，穆特派员，钱有根，钱巡长，我们特派员听说您有一手鉴定痕迹的绝活，您在这露一手，让我们开开眼吧。 哟，那可是我吃饭的手艺啊！你们以为是天桥耍把式呢？想看就看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就算是把式，那也得给配得上的人看才是。你的话
是说我们特派员也没有资格吗？你们这位幕府特派员还没出现，我耍给谁看呢？特派员就在这儿啊！哟，不是你们这位特派员，莫非以前干过店小二？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简单。 这位兄弟啊，鬓角衣领上都沾有油渍，一看就是经常出入厨房的主。再说这站姿啊，身体向前倾，双手压在裤线上，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这哪是什么特派员呢？哎，拜托啊，以后能不能找一个像样点的替身？ 这是为了刚才输了一局，要杀我泄愤啊！孙光大是你的朋友，你现在来说投降，以为我会信吗？施舍的怜悯也算是朋友吧？啊！据我所知，当年。 你从一个人人喊打的臭脚寻成了公安，是孙光大的提携，这也叫施舍？嗯，共产党的攻心政策，我是很清楚的。你今天出来见我，不就是想引我出来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点计谋露馅了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孙光大现在带着人就在楼下。我告诉你，你想知道钱有才现在身在何处？如果我回不去，你和钱有才都别想活着。班长。 我拿他当兄弟，他拿我当朋友，这是你们看到的表面现象。可实际上，他从来都没瞧得上过我。当年我娶春花，他是百般阻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无产阶级是吧？光荣，战斗英雄更光荣。我呢，臭脚寻，春花。 是一娼妓。哼！正说，你不相信共产党？文九，你认识字里面有“信”这字吗？如果有信，你就不会拿枪对着一个即将投靠之人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也是个无信无德之徒。 我前要跟走到这步，算我瞎了眼了。你这么说，不管我杀了你吧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开枪杀，但是你杀的不是我前有根，你杀的是国民政府反共的希望。话说回来了，你枪杀一个真诚投靠之人，兄弟们怎么干？谁还以后为你卖命？谁还把后背还对着你？有种！ 说得好，尤文兄弟，佩服，佩服！今天我们在这种场合下见面，主要是想看看兄弟的本领和胆识。你可千万别多想啊！我不多想，不多想，您把有才抓起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。 我有才兄弟，他有任务。行了，我也看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钱有根是手艺人，没了共产党一样吃饭。
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我也不强求，走了。慢着，刘根兄弟啊，你看看啊，你这一身的本事，若真能为党国效力，一定能博一个好的前程。未来似锦呐，你又何必在意我们这些礼数上的小节？管他们干什么？我要是不答应，难道今天还走不出这间包间了？你来就应该很清楚，跟我见面就没有回头路。我倒是想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瞧瞧，哎，瞧见了吗？是越走越光明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算见过面了。过两天我会派人通知。你回来了啊？不是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这眼睛啊？没事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不是上班啊。西兰说，孙大哥都替你请了假，你上什么班啊？哦，我也是为了破案，只不过是不去公安局上班而已。这两天家里有事儿，你看我这眼睛跳的呀。我还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怎么就没法过了？你放心吧，案子一定破，而且我把永才要平安的带回来。哎呀，睡了，别闹了。咋了？啊，没事。是你有才的事儿吧？喂，你孙大哥回来没有？青兰说，孙大哥搬到局子里去住了。哦，是吗？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有根有根有根，怎么了？闹肚子？现在是特务了，你别老在街上大摇大摆的，有点觉悟。这还要觉悟？那可不，现在咱就得好好活着，为了挣到钱，那都是学问呢。你呀，特务那么好当的呢？真是的。九爷，九爷。
弟兄们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钱有根，钱兄弟。没人。弟兄们，你们可能都听说了，钱兄以前是公安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广纳人才。钱兄可是一等一的绝顶高手，我决定提升钱兄弟为我们内部的骨干成员。好。钱兄弟，这是你该得的。有才兄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嫌少吗？钱算个屁！我钱有根一身绝活，我要是肯为钱弯腰，我早发了。弟兄们，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。我钱有根不图家财万贯，只图个一朝成名天下闻。郭大白人，兄弟，早准备好了，派任务吧。好，爽快，我喜欢。弟兄们，明天下午5点，行动队的全体骨干在东郊旧砖厂会盟，共商大计。是。委员，四九城的所有头目兄弟，我都已经通知到。好，弟兄们，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出去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大战。是。文啊，哎，不才，今天晚上你们哥俩住在一起。啊，你们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，也好唠唠家常。哎呦，成情了，成情了，休息去吧。栓子，去仁和茶楼采个点儿。水。
身在胡同大院沧桑久别，山美黑白起义，金水桥边微波巨浪，古城老乡今身在胡同大。